快点讲嘛。那个，我们现在开始是那个国中物理的部分了，那我要把它就上完。然后我们这个学习单实际上有39页，好，现在拿到只有前10页，那我们有在印，好，因为你印39页会太多哈。好多问题哦。对，好多，你慢慢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哈。然后现在的课本呢，你看要放在第1页，那应该第2页哈。第二基本测量这边了，你看到最上面这边叫做国中自然二上，就是要找二上的课本，01表示第一章，你要找二上的第一章，啊，所以对，去拿课本，去找课本，所以你们那有的时候拜托是搭配的课本读，但是我不见得照课本教，对对对，我不见得照课本教，所以你们还去找二上的课本，这边也有，去拿一本，好，课本。忘了带来没关系，这边有备份在哪？啊，好了吗？好湿。南京啊，那个。好湿。哎，有人呢。谢谢，来，请坐下。好，你们。后背。单位。
圈什么意思？啊，随便。我越来越标准。对不对？举个例吧，这样讲很笼统。同样的标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同样的标准。单位要相同，同样的标准什么意思？嗯嗯嗯。什么意思？基础。什么？那个选定的参考量。你念三个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你要，你看课本哈，当然是课本，这是很一个很基础，但是课本看了不见得听得懂。就像你在讲的话，我不见得听得懂。表示你看了课本，你也没有，你要解释课本的东西有意义吗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哈，回去我其实看课本的意思是这样，你要预习哈。我之所以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比如看到，假设我现在讲第一章，你回去应该是昨天就要把第一章看过一遍。啊，那你们想，哦，我回家没有课本，实际上网络上有放课本的位置，你可以下载来看，你不建议人家把课本带回家，啊，但如果愿意把课本带回家，把课本看一下也可以的，啊，看完之后呢，回来你一定有问题，所以你在课本上你可以拿铅笔把你的问题圈起来，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就说这边我不懂，所以讲修一讲到这边之后我可以注意一点，啊，要预习，啊，这个我不懂哈，这两句话我不懂，所以讲的要负责解释啊，单位要什么？对，这个不懂。单位就是你要注意一点。不懂。啊，这两个注意什么？这两个注意什么？啊？啊，忘记了，都忘记了。那个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想一下吧。刚回想，你上次讲这两个时候，你们觉得那几堂课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？要很多次。很多次什么？才比较精准，误差嘛。我们测很多次，可以多次的测量，可以让你的误差降低，对不对？多次的测量，对，可以减少误差嘛，哈。哦，我们开始可以有分数。可以什么？可以有分数。哦，可以有分数，可以。好，那个。俊，你帮今天开个章，我们就帮你加一小点。哦耶！一小点，五小点，另外切一下。五小点，换一大点，黄色的是小点，橘色是大点。是的，对对对对。五个大点就是一个麦当劳，我们那时候都讲过了。啊，但是现在可以四个大点直接换厨师机100元这样。哦，那麦当劳是啊。麦当劳差不多100元了，但是你要等啊，我没办法每次都去麦当劳啊。对，每次都是一个小点。不一定啊，就是像这种小问题，只是鼓励性的那小点，我一鼓励就可以大点，那一下都满了，我马上破产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啊。明白。OK 啊。5个小点可以换一个大点。对，5个小点可以换一个大点。所以就是一个小点，那就多花一点。啊？但是那一个小点是2块钱的意思啊？一个小点2块钱，好棒哦。对啊，5个大点就是4个大点是100块嘛。哦，这样很棒。对啊。啊！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回答问题，快点。多次测量为什么可以减少误差？因为不是的，多次测量为什么可以减少？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某一次有一点点手抖一下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差了一点点或多了一点点，然后如果多次测量可以把那个误差降到最低。OK。说话好，去加一下，好不好？耶，小姐喽，第一天。这不太随便啊，误会了哈。好，所以但是不要这样，我讲了，所以要帮我加点，不要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哈，要投入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给各位一个 happy， 好不好？上课的时候心情更开心一点。好，第一章呢，其实我们讲了很多重点，就是第一个，其实这两个章第一件事情要先归零。记不记得要先规定，要知道零在哪里啊？我们测量的基础是什么？我刚讲说测量的基础是什么？单位要相同，像单位你测量结果当然相同。比如说，我说你的身高跟爱慕的身高跟玉恒的身高，假如想知道这边有多长，可以请你一个人躺下来，头接着脚，这样接脚可以把所有的长度加起来吗？可以吗？那我就说，好，假如我先这个东西加起来，我要用同样的单位才能相加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我假设一个用公分，一个用公尺，说来，这个距是100，
168公分，对吧？好，安如是1.7公尺。我可以把它两个相加吗？可不可以直接相加？可以。我说相加的结果是169.7。没有吗？哦，不是这样，那是什么？六十八加七。啊？什么？68加7。七。哦，所以我这边写错了的。要把公尺换成公分。好，所以公尺是30公分嘛，跟170公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相加，对不对？所以相加起来是多少？八，然后三，所以安古的身高加上那个俊的身高是380，3公尺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。啊，所以是合理啊。那我不能直接相加，就单位要相同，那意思在这里哈。啊，同样标准什么意思啊？同样标准什么意思？同样标准什么意思？就是公分啊，怎么样？什么叫精度？就是公分啊。好 ，OK， 它就是个单位嘛，它就是个单位。就是说，我用公分，你拿到的一公分的长度，跟大众拿到一公分的长度会不会不一样？会。这个公分拿去美国，美国人用的一公分跟我们这边用的一公分会不会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你必须用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嘛。啊，比如讲用尺，尺这个东西就蛮特别的，有台尺，有英尺，铁尺上面有，还有公尺，是不是？假如我跟你讲说，哦，这东西是三尺，那你说啊，三尺是什么？是台尺，是英尺，还是公尺？对，通常我们现在讲公尺会直接讲三公尺长啊，一个口部的。可是三尺有时候会是三台尺，有时候会三英尺哦。我又来了。为什么春暖花开放不了你我胆子的为什么不要我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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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以讲清楚一点，举例吗？
误差，什么是误差？答对，对。谢谢。原来你已经知道结果了，可是我去量的时候，因为有些自然环境的影响，导致结果不一样。可是安谷讲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安谷不是说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再说清楚。不喜欢。好，来，其他同学没有讲话的同学，说说看吧。啊。不要给我当眼睛，要讲答案啊，要讲说你的想法，来，说说看。定投前奖。为什么要定投前奖？你们都是玉涵的分身是吧？都可以帮玉涵解释一下。没有啊，你帮自己讲话的。哎，同学，真的帮自己讲话，不用帮别人讲，帮自己讲话。OK， just help yourself。其实 help yourself 是另外一个意思啊。你去年家里，他说 help yourself 什么意思？自己来，自己来，对。但是帮自己讲就好了，对，来 ，Bingo， 自己来，靠自己，说说看。就是同样的东西的偏差，同样东西的偏差，同样东西的偏差，什么叫什么？全懂。哎，再解释一次，同样东西的偏差，同样东西的偏差什么意思？然后东西的偏差，其实你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啊，我们虽然上过了，但是太久了都忘记了。为什么预习要复习？实际上是帮助你在思考上会更容易一点。我在解释读书的道理。你那些预习完之后到教室来好好的学习，学习完之后回家记得赶快复习，这样会最快，效率最好。你看我们短时间赶快学习的东西，跑出来了。生命力太强。
一样，跟大众一样。
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好，现在可以暂时做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你有空，可以开始写去一单，我先跟玉兰讨论一下。来，玉兰，玉兰。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说只有他们哦，你现在跟我对话，你先不用表情一单。对，我现在你的答案呢、啊？怎么了？谁很那个？是我很那个，他们很那个，还是你自己很那个？我自己很那个。我又来了。不要了，不要，这不用理他，这不用理他。不用。这是那个西妖风，他不太会去盯你啊。他会去盯你。他不太会去盯你。你们都看不起来了，我你跑这么闷，很烦。超关节就很闷呐。哎，这腿这么长哎，还是我。这是不一样的。我那是胖胖的。赶快整理啊！他们那边搞的。他那身强体壮，胖胖的。那已经不会胖胖如象。玉涵，在等你啊！你的想，我提个，你觉得它是几克重？这个每一格是十克、二十克、三十克、四十克。啊？所以你觉得这个板差几克？这板差放在这边，就称它。这是指针会跑，所以你觉得板差几克？有三个同学都是二七克。OK， 那你觉得几克？我请你去称一个东西，称五百克给我，你总要称给我嘛。我现在请你去称个板车，称完总要告诉我结果嘛。对啊。啊，请你告诉我结果，对。你也可以从这几个选一个，还是你都不满意他们的答案？你不满意他们的答案，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不满意他们的答案吗？好像什么？好像说就是不太认同的事情。OK， 那你可以讲给你。我有另一个事情。好，你说。你又怕别人不认同？体重机也可以，就是这样，烧杯。你干嘛管别人认不认同？吃的东西啊，称个体重机啊。你为什么要管别人认不认同？你在做你自己啊。你这样做你自己就不用管别人不认不认同。我还是承认，我担心我身法又错了。错了怎么样？但是比较倚重来说，那就会不会冠冕不附？啊，你不要太担心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错了不会怎么样啊？不是不会错，那干嘛还来上学呢？对啊，学生这个时候就是鼓励犯错的时候啊。你这个最好每天都错，你才会学习到真的东西。对啊。不对啊，不是我担心别人不认同。那 OK， 你不讲出来怎么让你想法不对呢？你讲出来可能就对了。那不对会怎么样？不对会怎么样？趁多金名不对会怎么样？对，不对就不对啊！现在有这么多人讲，你认为他每个都对吗？他每个都对吗？不一定都对啊，一定有人错嘛。啊，错了怎么样？你看大众每天都被人家讲说你都错了，他还活得好好的，他也很自在啊。大众每天怎么弄？啊，不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吧？你开始怎么哭？哭了。如果是我跟你说对不起。好了，说说看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会犯错。我上次上课讲电子学还讲错了。对啊，讲错了之后。我还再重新讲一遍呢、啊，对啊。单位是什么？我会犯错。单位是什么？对啊，每个人都会犯错。哇。OK， 来想想看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就说出来。
真的，你从上我的课到目前为止，从最好是你自己答案。对，没有一次。对，这次请你讲出一个结果，随便一个结果，你不用担心放弃，讲出来。可以。还是你不知道怎么看？我觉得，是。啊。不知道该怎么讲，但我已经有很多。那你可以把你想法写出来也可以啊。你写出来给我看，快点，现在我在等你。写在空白的地方就好。对，同学，那个隔壁的空白地方哦，其实让你做笔记的，啊，或者写一些讲到这边答案写进去，可以写在这边的。或者是你如果你写出来的学习单写的作业有错误的话，我可以让你更正，你没有空间可以更正，你可以更正在这边。好，把那空间让你用了哈。OK， 来。好，我写了。好，写了，刚写。你有你的答案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就写出你的想法，写出你的答案，写出你的想法，为什么？哎，这写两种东西，刚刚，哎，不对，那写三个东西，灵魂的是五样。你确定？反正对啊，刚刚是什么？人死之后会，对，也对啦，但是这边对，其实有点点小小重复。但是这边其实你认为的那五个量，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量啊，可能不是表里面的量啊，可能是你自己的想法。所以是就是有五种东西，你可以这两个有些答案可以重复。我除了十和乘还有两个量。就想不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手表不能测量东西吗？手腕，我这是手腕，但是这边一般来讲手都会有一个东西啊。那神佑举起你的左手来。手表可以测量。手表可以测量什么？时间。对啊，不是吗？手腕。手表。手腕手表可以测量什么？手腕可以。对，我看时间哈。这个单位很多种，单位很多种啊，单位很多种啊。要求这些哦，一生功夫台词。好好好好。太多了啦。投篮精神上，写差吗？啊，这都够够小。非常好。等一下都有过吗？
啊，比如说，我现在好了。你们想测量他什么？角度。对啊，怎么测？用量角器。对啊，啊，那是不是测量的工具？是的，是。对吧？啊，那个我们单位。为什么？单位什么？角度。那还有个东西啊，你们平常都用的，平常不用吗？温度计。对嘛？这需要测量。需要。去吧，那我今天想你量，想下跌几，下跌下多深，我就把它插到图里去就好了嘛。同意吧，这是不是正确答案？
不知道。这是不是正确答案？不知道。这是不是正确答案？不知道。这是不是正确答案？不知道。这是正确答案？是。只有这个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哦。你从已知的状况里面，只有这个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。但这个结果可不可以用？不可以。不能用。那测量就是需要一个数字啊，去运算啊。你懂意思吗？我去调一个浓度，说，哎，那个金宇帮我测五克的糖来，那个大中帮我测95cc 的水来。结果呢，一个给我结果说，哦，我给你一个糖，那糖的重量是介于5到6克。大中给我称一杯水来，说这水的重的体积是90到100，90到90之间。啊，其他密度多少？我是用95去算，90去算呢，用6去算呢，95去算呢，5去算，我到底用哪个数去算？都没办法算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事情很重要，是每个人一定要知道，玉涵，每个人一定要知道，我都不见得是最准的，但是一定要很勇敢去说出你的答案，说出一个答案，说出一个答案，说出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绝对是正确的。不一定，不一定是正确的。好，一定是不一定正确的。一定是不一定正确的。不一定。这个在国外啊、哦，这叫做一个叫做我们后来读研究所才知道，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 uncertainty。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不确定性上，不确定性。有一种。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过一次？所有事情都是不确定的。我说的不确定，就是你测出来的结果，27个 OK 嘛，我可以接受。有误差，有没有误差？有。有误差，我们都承认它里面有误差，因为它真实的结果可能是27，但是我现在看到它，不管真的状况，我看到结果是27，而且我主观的相信它是27，所以我就决定它是27，所以27是我决定的结果。但是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的？你觉得这个结果是不是正确的？二七的结果是不是正确的？是。我觉得不是哎、欸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觉得不知道。就是不确定。这中间就是不确定，没有错，是不确定。它有可能是27，有可能不是27。但是我透过测量的结果，我知道它可能是27，所以我决定它是27，而且它就是27，我就拿27来用，懂意思吗？而这个结果，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确定性，它隐藏一些不确定性在里面，懂意思吗？就是不确定的。OK， 这样知道意思吗？东西不确定。知道误差了吗？东西不确定。知道误差了吗？知道误差。好，讲一遍，你懂。第一个讲，你只要讲清楚，给你加两点。哦。快点。大点。两小点啊。你说懂啊？不吸引你啊？好，有没有谁同学可以讲出来？我刚刚讲了什么东西？有没有误差？再把你讲的，我们要讲的事情再讲一遍。讲，用你方法讲没关系。什么？错误的差。再讲一遍。我没听清楚，再讲一遍。接下来给苹果接。啊？接下来给苹果接。苹果什么？估计的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点感觉，但是说不出来的。有。啊？按实际的差。什么意思？在前面估计的值和实际的值的差。估计的值和实际的值的差，但是你知道实际的值吗？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真的知道误差多少吗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但是你知道有误差吗？你知道有误差吗？OK， 这没有错啊。就是我们任何的测量结果，你都知道一定跟实际的结果不见得相同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好。OK， 这就是误差，知道意思吗？有没有谁可以给人提说，我可以量出真正的结果？有可能。有。谁？有可能。谁？神。神。只有神。只要帮自己回答，不用帮有的人，那个有的人是谁不知道？
那你也不知道嘛。好，除非说你可以证明它真的可以量出真正结果，我的你行就行，你不行就是不行。好，或许神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帮那个安谷跟病狗加小野，病狗还欠我一大点呢。我都记得，我都记得。好，来哈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所以我们在测量上很多东西就是一定会有一些误差，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，那没有关系，都是可以被接受的。那在测量里面，我们其实有个实验，哎，同学，小海，我们有个实验是要测密度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测密度，测密度这件事情。密度。没有，我们要测哈，因为你做过了，这你可以直接测。我的课本上，我的学习单里面有这个实验哈，那继续找实验做一下。我再解释一下密度，什么是密度？密度是。想一下，一个东西。